去咗京都啊！哈喽大家好，又是我滴答。日本，最近要开关了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超级想念日本？你要之前那个便宜机票不是超多吗？有没有跟我一样差点按下去？有没有？但是要去日本之前呢，第一个要飞的地方当然就是先回香港啦，太久没回家了。所以呢，你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在香港了。对，没错。那在我回香港之前呢，在台湾先让我来一个伪日本之旅，先解解我对日本的思念好不好？因为呢，我在台湾这么久，真的有发现到台湾有非常多的日式建筑还有文化。如果你在那边拍个照片啊，或是我今天拍的影片，搞不好你都会觉得我是在日本的哦，骗得了的哦。好吗？那事不宜迟，今天就让我在台湾来带大家来一趟日本之旅吧。出发，豆走。站那当然就是要先去吃东西啦。那我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它叫做青田七六，然后我已经有看过很多人拍过它的一些照片啊，它就是一个日式建筑，里面也是吃一些日式料理，整个氛围就是超级像在日本的。 OK， 那我现在肚子已经非常饿了，赶快进去吃吧。好的，各位，那现在这个时段呢，其实就是青田六号的下午茶，因为它是有分啊、午餐、下午餐跟晚餐。没想到我时间拖到下午茶。那下午茶部分呢，主要就会吃一些甜点的类别啦，像是我点的这个是抹茶蛋糕啦，跟住咧还有个套餐嚟嘅。那套餐呢，所以就有一些莲藕片跟类似米果的东西。那饮料呢，其实它原本呢是配绿茶的，然后可是你可以折抵180块，我就点了一杯冰咖啡。相信好冇？すごい。喂，美先，好夸张，佢嘅抹茶味道咧系超香，跟住唔会太苦，然后它里面有抹茶 cream 跟奶油 cream 在里面，好 smooth。重点是它应该是有加一个柚子，所以我有吃到柚子的味道。哎，抹茶加柚子，你没想到还蛮搭的耶，好好食啊！试下佢呢个莲藕片啊。莲藕脆片超赞，它是吃着吃着，你就不知不觉一直吃，很像洋芋片这样子，然后咸咸的，好好吃。然后在这个是芝麻饼啊，他说，哇，白芝麻味道超香，我真心讲哦，三样的东西都很好吃，我很好想念日本哦。好啦，咁等我而家沉醉下呢、这个。翻去日本的感觉先吃咯。讲到去日本，我们去到日本一定会做的、一定会逛的店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药妆店啦，一定狂买啦，买爆啊！那现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来自日本的松本清，然后我刚刚还特地上网去搜寻了松本清必买的东西。那我现在要先进去搜刮一下，搜刮完待会再慢慢跟大家介绍我买了一些什么，好不好？买手绳，欧米亚给 ，Go Go Go！
已经买完我的伴手礼了一大袋，刚好现在就是可以去 check in 我的酒店。然后呢，我的酒店就是日式的，也是非常漂亮的。那等一下就跟大家来参观一下。哇，刚刚短短时间我已经一大袋，我现在就是刚刚回到饭店，可以先 check in， 就可以把我的行李像这些先放下来，然后呢跟大家做小开箱，然后再出去玩。那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去两家，然后到底少了一些什么回来好不好？噔噔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呢是那种就粘眼睛的，粘还有法令纹的。我真的觉得我的皮肤最近眼纹跟法令纹都超明显，也有观众说看到我的鱼尾纹啊，出晒雷了啊！然后这个卸妆纸，然后卸妆棉又刚好用完了，然后他买一送一耶，当然买啊！再来就这个啦，像是这一个呢，就有很多人推荐，也是他们家独家商品，试完再跟你们讲啊。跟你说这个，就是那个口红。这一支口红我真的是看到别人大推，听说是擦了之后非常自然，然后很滋润的润唇膏，好靓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个就是玫瑰红，那我擦给大家看看。这么难用的？不是吧，怎么会那么难推啊？我擦不上去。不是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它不是一个容易推开的，它是卡住的，它卡住的。丢脸咯，喂，买嘛，哈哈，超黏，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塑胶味吗？蛮重的，它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哎，大家评论不是这样的啊，要说一定要买的，一定要抢的啊。然后现在超黏，你要擦完上上去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虽然那个颜色现在看起来是蛮好看的，有吗？大家觉得好看吗？不行哎，这个不行哎 ，Oh my god。再来就是吃的了，来了，装超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包包重的原因。那我们看看我买了一些啥咪袋子哦，这个还已经8.2度，这种试试看，哇，好浓啊！牛奶糖我比较喜欢吃硬的，可以让它慢慢融化，我就不喜欢吃那种软的。因为软的很快就吃完，你要感觉会比较偏甜。可是这个硬的，我就很喜欢这样子。嗯，好赞啊！然后另外我还买的是，讲讲，再来就是这一排的糖果，然后是我自己也蛮喜欢吃的，因为它是酸的，好脆脆酸的，现在。嗯，哇，酸啊！将，再来呢，就是这一款也是我去到日本也是必须要狂扫的糖果，它就是这个如哈味觉糖的 Kululu Kololo， 然后这一个牌子有超级多口味，像这一个呢就是苏打口味，来来来，卡哇伊呢，我汽水爆发，我好吃。像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这个葡萄口味，还有这个白桃口味，然后他们呢那个水果的味道啊非常浓郁，而且香气十足。再来呢这一个新包装的葡萄口味，它味道跟口感都提升，刚刚吃下去是哇，好 juicy， 好 juicy， 那每一颗都很像在吃新鲜的葡萄果肉。像我以前第一次吃到这个库噜噜库罗罗的时候，我就有觉得为什么一个糖果可以做那么厉害，包括它整颗这几年的果汁浓度还有它的口感都是我以前是前所未有，所以我那时候吃到就觉得好好吃。然后我以前去日本也是狂扫，而且现在这一个飓风味道啊限定期间是增量 18%， 所以是大容量哦，我这个容量我真的是买爆，我买了超级多超级多包。
而且冷藏过后的口感是更 Q 弹的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冷藏吃。然后我之前也试过加在那个气泡酒里面，然后也很不错。那现在其实在莱尔富啊，在家乐福就可以买到库鲁鲁可乐了，然后你就有看到我买了一堆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也要做一些抽奖送给大家啦。那我就会送出了库鲁鲁可乐六种口味，一共三组，然后就会抽出送给你们。那抽出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就在我这一部 YouTube 影片下面的留言区留言，告诉我这么多种口味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口味呢？然后呢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啦，有三个名额哦，记得来留言。哈哈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刚刚呢去扫的所有的产品了，算客气了哈。那我刚刚呢就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我所买的东西之后呢，那接着我们就要去下一个行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行きましょう。好的，那我们刚刚在酒店休息完之后呢，我现在就要来下一个景点了。然后我上网看到呢，就是台北这边哦，有一个叫做植物园，哇，没去过。而且为什么会来这植物园呢？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日式的建筑，反正它那个日本庭院 ，Oh my god， 猴来一秒去日本，来事不宜迟，进去看看吧。哇，你们看。两边都非常多树的，都是高高的树。Oh my god， 我已经见到佢啦，在那边有一个日式庭院。超危险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人类超危险。哇，好险！咩啊咩啊，做乜嘢做乜嘢？雀仔蛋啊，佢哋话是鸟的蛋吗？对，绿袖蚓。绿袖蚓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可能是树上面有雀仔的蛋。所以大家现在很兴奋。跟着我这个二打六呢，这个林演呢，这个林记呢都过来问一份。基本我见到了。好正啊，哇。来啦，南门町232，就是这一个，这是里面是一个日式的建筑物。我们看一下哈。太漂亮了，你没有看到那个那是什么，那个门吗？那个纸门吗？它纸门图案非常美，而且超有日式风。再来就是这个榻榻米啦，我已经闻到咧新净嘅榻榻米嘅感觉，因为佢唔俾人哋行入去啊嘛，所以我哋就可以出边咁样睇，所以咧好新净，保持得好好，好靓啊嗬！哇！夸张的、啊、最厉害就是外面这一个日式庭园啊，我那时候一看照片，一看到这里，好有劲多啊！但呢，这里也一样，就是我们不能跨出去，因为这边也是有维护的，就像是里面榻榻米一样。那我们呢，就只能在这一个区域拍拍照，你也可以坐这里拍拍照，应该都会很香。那事不宜迟，赶快拍几张给大家看看。去日本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哇，莲花池哎，各位，超多莲花。可以看到整片吗？我身后整片吗？好夸张啊！完全第二个 feel 咯。跟住咧，后面有啲凳啦，大家就可以坐喺呢度望住呢个咁壮观嘅景色，超美的。
好的，那我在这边呢参观的差不多，因为它有一些馆呢今天没有开，有点可惜齁。那没关系，我现在呢已经又有点饿了，已经开始饿了，要开始可以吃我的晚餐了。那我现在呢要吃的晚餐呢是我非常期待已久而且很好吃的，我以前吃过的，就要带给你们。耶、yeah, 来到晚上了，那要吃晚餐之前呢我就有约了韵慈跟我一起吃，然后我们这次是要吃日式料理哦。没错，而且是无菜单哦。好的，那讲到刚刚说过是无菜单料理嘛，我是那时候大一大二是香港朋友来台湾玩跟我讲，我还知道原来有这种东西啊。第一次，我第一次，那时候是第一次，然后我吃完之后我觉得超特别，因为无菜单料理就是你根本不用去点吃什么，他会帮你安排好。对哦，而且他们会挑选当天最新鲜的海鲜，要就来决定你那一天吃什么。我觉得这种日式的无菜单料理真的好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等我们的第一道先上喽。那第一道前菜就是生鱼片啦、啊，还有这是什么？生蚝。好久没有吃生蚝嘞，真的真的真的。谢谢。嗯，好鲜哦！我的妈呀！各位，我真的是要疯掉！他现在来的是石斑鱼，嗯，很爽脆，嗯，我喜欢它烤的有点焦焦的那种感觉，嗯，啊，好好吃哦，脆度刚好，这个脆度超赞。我买哦。因为来到我们的主餐，酱烧龙虾，我的妈呀，都会帮你剥好好的。你看，超好吃的，疯掉！哇 ！Oh my god！ 太完整了吧？这是怎样？ Oh my god！ 一拉起来就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各位，我已经回到家了。今天的伪日本行程实在是太丰富，我现在整个差不多30个小时，真的够了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行程呢，大家有看一些画面的话，应该也觉得很像去了日本的感觉吧，好吗？那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现在还不能去国外旅游的朋友，如果你们自己来一天，伪日本、伪韩国、伪泰国也好，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放松一下，然后解解相思之苦也是很不错的做法。没错，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赶快去洗澡，因为我已经回到现实了，我已经回来台湾了，我不在日本了。没错。好啦，那我就先跟大家说 good night 啦。那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，还记得追踪我的 FB 跟 IG。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。应该接下来都是蛮多是在香港的影片，香港见啦，拜。最后大家千万别忘记，这部影片呢会抽出三组优好味觉糖咕噜噜可乐乐的糖果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啦。